啊，先知，先知还行，但是先知行不行？这下好像就行了。顶鸟，对，然后往前一个闪现把它秒了。你说它会不会有飞轮？哎，它怎么不飞啊？哎呀，这一下就真的是尴尬了，这一下完了。哎呀，这下真小丑了，完了，让我玩到真的了。这一下就难搞了。好，精准打击，然后再打一刀调枪 ，nice， 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兄弟们，非常好，这一波就可以把人挂到调枪师的脸上，然后拉个无限距把他怼了，起飞，好吧？哎，哦，那没事。这就好笑了，这。你知不知道你死了呀？晃一下，那没事。他应该不是飞轮啊。喜欢玩飞轮？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有飞轮。